再次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，如果您需要购买高级光碟的话，直接举手示意舞台前方的工作人员就可以。每张光碟的价格是10元钱，里面有长达100分钟的精彩节目，有很多。我们今天由于时间跟场地的关系，没有办法向大家一一展示的大型精彩节目，像《金钟罩》《铁布衫》《罗汉撞钟》《高山低床》《覆卧钢叉》《肚皮洗碗》《梅花桩》等等节目都在里面。坐在楼上，如果有需要购买功夫光碟的朋友，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到一楼舞台左右两侧的销售处来购买。现在由妹子走向前台，向大家展示的是坚硬的钢板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用手来触摸一下。接下来这个例子在练习完毕之后，将为大家展示气功绝技，头开钢板。走出两位手持长枪的弟子，而舞台中间这位弟子呢，将丹田之气运往自己的咽喉。接下来，他们将共同为大家展示铁喉功、双枪刺喉。直接给大家展示的是少林运气功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的气功功力。
首先是二指俯卧撑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位弟子呢，将尝试为大家展示难度更大的二指倒立。非常漂亮，这位弟子呢已经成功的用中式二指将身体倒立起来。硬气功的展示呢，就请大家先欣赏到这里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上午无烧。软硬兼施三节棍，